据台湾媒体报道， Ella 自曝感情经历，坦言无法用打麻将看一个人，有时候我又太感情勇士，又很容易投入情感，后期投入感情后才看清对方，已经来不及了。这番话被好奇是在透露过去的感情被劈腿吗？她面露尴尬表情，呵呵一笑后大方认，对，我本来想要原谅她，但是心里那个结不行，然后我就还是决定跟她分手，而这段过往连老公烂思想也知道。